在就是来这边跟我的病人交代一下，说是是是我休息，让我休息，因为我要对我的病人负责。因为像刚刚来的，我尽量不要影响他们，所以希望这件事情不要让他，因为我还有一个小朋友啦。对，你赶快上，请你体谅我这个当爸爸，我知道发生事情，我们现在赶快上去，我先不要去讲我小孩，是我小孩他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上到的那三个小孩，上到爸爸妈妈的我，只能上去。帮他去看那三个小朋友，是你懂我意思吗？因为三个小朋友是别人的小孩，了解了解。不应该是他们受伤害，这都是我做爸爸做不好的地方。我今天去做我做我该做的，我做的是是儿子的事，他错，他真的是错。但是我关心的是那三个小孩子没有错，我对不起那三个小孩子，那三个小孩的爸爸妈妈是我们当爸爸妈妈上需要上去跟他们赔罪的。听到这个事情，你第一个反应，因为我也刚知道而已，所以我也刚半小时知道，所以我这边也就是先跟我的病人说抱歉，我先休息啊，我还去现在要赶去台中了解一下，所以很多事情我没有办法。他最近有跟那边有联系过吗？比较少，因为他都在实习啊。实习，他是不是那个精神？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要等去到上面。之前有什么异常事件？因为我要去到台中才知道，因为现在妈妈先赶上去，我再赶上去。我现在就是来这边跟我的病人交代一下，说是是是我休息，让我休息，因为我要对我的病人负责。因为像刚刚来的，我尽量不要影响他们，所以希望这件事情不要让他，因为我还有一个小朋友啦。对，你赶快上，请你体谅我这个当爸爸，我知道发生事情，我们现在赶快上去，我先不要去讲我小孩，是我小孩他不重要，重要的是。上到的那三个小孩，上到爸爸妈妈的我，只能上去帮他去看那三个小朋友。是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因为三个小朋友是别人的小孩。了解了解。不应该是他们受伤害，这都是我做爸爸做不好的地方。我要上去台中了解一下，再跟你们讲。我不知道你那么快就找到这边来、啊，你这个懂我意思吗？我也是关心啊。对对对，我知道，因为我也你们的消息比我快，我是。如果你去我的脸书看，我也是才一个小半小时，我先说我要休息而已，我也不要先去打扰到我的，我还有一个三年级的小朋友，是老大就对了。OK， 啊，他我爸还想要弟弟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也要去顾到我小的，所以希望你们高抬贵手，我今天去做我做我该做的，我做的是是儿子的事，他错，他真的是错，但是我关心的是。那三个小孩子没有错，我对不起那三个小孩子。那三个小孩的爸爸妈妈是我们当爸爸妈妈上需要上去跟他们赔罪的，这样懂我意思吗？是啊，我觉得其他的他做错，但是他做错，就像我们成年人做错就是做错。